就是你出其不意拿出来的话，可以打的对手很难受。亚美达也都在往下靠这边，但建模也在往下靠这一波。如果苏宁动得太慢的话，是有可能要出事情的。奥拉夫赶到闪电一波，收下了一血。好，非常奢侈。一个草里两个眼，看一下这个位置。哎，这南风在塔下，南风现在孤立无援了。看一下，每个人都要蹭一口。这边是让魅鹏拿到人头，这边上来打打一套。就过来要继续打吗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哦？但复活了之后好像要连，也走不掉啊。看一下没闪的，哎，大招再加一个 Q 技能，司马老子收下人头。哇，这波还要继续打，开了一个大招，闪开，闪过来闪身 Q 这个位置要杀 A， 哦，直接拉回来。还好刚才，哎，这里找到奥拉夫，哎，被扯回来了，听到了一个闪现的声音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吃一口，司马老子往后走。回头还要继续打，这个位置建模的血量还不错。哇，没跑到前面一夫当关，后续先打出来了一个复活，还赶上最后一丝有个金身，这个金身看对方能不能保住，但是被建模给收了下来。这波是上单换了一个打野，没跑过来，这个位置要不要继续上？好，带过来好兄弟，大家一起吃时光的炸弹。打招看一下，刮直刮死了，哎，大杀特杀。要他打大龙也不快，他也不打下路，反正兵线过来，哎，要找一个机会。这建模开了一个大招，建模大招被打了出来，一技能还没出，没过墙。现在这里看能不能过墙，好，又给了一个时光的大招，二次复活。哎，冰雨过来，直接开到后排，两人吃一口，吃掉了之后没死，还没死，我溜了溜了，被迫。三路超级兵进来，这边建模开了一个大招，想上去打，但是司马老这边吃了一口，这个位置没人管得到他，哪怕这边的卡莎想上来换，也没有任何的作用。哇，最后他想放 W， 收下双杀。好，可以拆基地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恭喜一下苏宁在 BO3 里面是让一追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是的。